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声音，声音，图像96×900，边框垂直同步，哦，那怎么没有视窗化？确定，像，否，960，全屏，否，太小了吧？靠，这是一个正方形游戏，有的吗？等一下哦，我截取一下。哦，SAI 你关掉了，SAI 你在哪里？SAI，新增框 HRO of HAN，长这样，它是一个正方形游戏耶，它只能用正方形视窗耶，超好笑耶。啊，这里。好，我们开始看一下控制哈，键盘、鼠标，WASD，然后嘞，菜单下移，这是什么字眼？菜单返回，聊天一，用技能，什么技能？这左键右键吧，然后 QEF，啊，先玩的啦，气死了。那个现在夏日特卖有特价。预购 DLC 金字塔，看一下。啊，这个能干嘛？哦，关卡哦，多少钱？先看看好不好玩，再买好了。游戏原哦，你有买是不是？哇，等下，我问一下，夜猫你有玩吗？干，这声音好大声哦！等下，来选。圣骑士拥有大量的生存技能，强大自己的强制，多样性远距离专用，脆弱的远距离，脆弱的远距离施法者，减速敌人并造成混沌伤害，刚开。干，要不要一起啊？阿贝要不要玩？我们 DC，我们 DC 聊。我们来 DC 聊。阿贝买了啦，来玩啊！哼哼。嗯哼，怎样？你这是买很久了，还是刚买啊？有一段时间我是昨是天没有买玩。了，还没玩。哦，所等一以都还下，没玩哦。我先。确认余额，好啊。他的四重话我不会调。那四重话就只有三个 size 啊。啊，算了，我改全荧幕好了啦。啊，算了啦，我改回来啊。太难用了。超难用啊！对了，然后我的跑掉了。应该是调它的长宽比例吧？没有啊，哦，就十没二有，它比长九。宽比例是它里面的痔疮的长宽比例。对啊。你不够哦，我送你啦，我送你啦，再给我钱，要很多少啊？特价150就一个百多吧，块，你100多块也不够，151耶！你要去充值，差32块，好啊，好啦，那我们就固定了，哼哼哼哼，
差不多了，可以四个人吗？他还是四几个啊，感觉就四个啊。哎、欸，九口，你的事情我们晚点再来聊天吧。你看我刺激消费，是不是要找我来工商？加入 DC，然后这个游戏购买女巫 DLC，又有 DLC，职业，六月二十号新的哎、欸。看一下，66块，可是不知道好不好玩，很痛苦。到啊，游戏，游戏。他很多职业是要求的。其实他是技能是女巫，我怎么看他拿弓箭啊？想骗我？女巫猎人呢、啊？哦，女巫猎人哦。哦，改分辨率吗？怎么分辨率？在哪里？分辨最上面，图更像设改定第一个分辨率是什么？我不清楚。是哎、欸，啊哦，哦靠！感谢你，哇，你好猛哦！聊天，唱歌。你的分辨率是可以调，16:9啊，你不行哦。不是，我是说它的，你分辨率打开，它是可以上下滚动的吗？还是不行？不行啊！哎、欸，好贱哦，这是多少啊？128×960哦。嗯。干，我刚才点那个，发现不行，太大了。好吧，我用长宽的，1476，嗯，还行。哇，你看下面是他的技能哦，嗯。风暴鞭。技能太多了吧？啊，稍微这张被动技能，哦，它有些可能是被动的，对吧、啊？两应该是最后三个吧，最后三个都是被动。好、啊、像玩女生啊！你说声音吗？对啊。但是它上面的 可以啊，要带绿的。我取名字。白脸，皇家上诉人是个英雄等级上限哦，好快跳！205哎，我最目高。前，哦。人，不要打开我 Steam 啊！回来了，安装游戏中，好。
这样我是直接加进会玩家选单，看一下。哦，会，嗯，叫准玩什么职业？圣骑士。圣骑。我说你应该对近战没兴趣啊。哦，对。我很乐意帮你提升武器，不过需要要他想要些矿石。该买这个给兔子，要陪我。随从小恶魔，哦，压 DLC， 哦。哎呦，你进来了。加选单，因为我看他也是有打宝类的成分在啊。你怎么没取名字啊？你是低能哦。我、哦、靠，真的假的？就故意叫、哦、叫 Angel 啦。我叫什么 ？Angel 啦，不是天使吗？哦、是啊、哦。我应该没记错，我应该英文没有到烂到这样子吧 ？A N G E L 应该是 Angel 啦，不是吗 ？Angel 对 ，Angel 是天使。是哟、哦。干，你是天使哦？你是选什么啊？猎人、啊，猎人，你买了、喔？没有，他有那个、啊、哦，游侠啦，北七哦。啊，你们等一下加我指定啊。安琪拉，哎、欸，安琪拉好听多了哎、欸。哦，是安琪拉，不是天使哦、喔。哦，天使是 Angel 啊。啊啊，哎 ，Joko 其实你可以进来聊天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聊聊。先来熟悉一下地形，看不懂对话。当电哦 ，Hip 打开地图，看一下怎么对话、欸。好棒！哦，聊天是 T， 直接用 F 要。哎、欸，还有工会耶，可以啊，你们用听的啊。有啊，我刚刚在看工会啊，要怎么唱啊？感觉不有正骑士银白联军魔兽世界的东西。哎呦，来聊天呐、啊，还是你跟我不好了？我以为有牧师职业，所以我才选圣骑士。啊干，这该不会是之前一款游戏吧？好，好像不是，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游戏，但是它没有汉化，它就是要去矿坑拼命收集东西，然后回来，然后它就可以帮你升级东西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东西放回那个拖车的，哎、欸，把那个吊的绳子的话、啊，东西就全部不见。啊，不是九口，我前面没讲话。我现在是蒙，说查阿贝，阿贝不是说是。出门一趟，出门到现在没回来。他去那个啊，出钱啊，去出钱啊。嗯，那你先进来啊，你先进来啊。我在创角，我在创角。记得改名称了。哦，好。哇，怎么跟？哎、欸，怎么跟 NPC 对话？走过去、欸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好像可以改名字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跟他啊靠，好像要钱欸。那前面谁说的话？前面是繁星跟夜猫在讲话啊。是我跟夜猫啊。哦、没关系啊，可以改名字，可以改名字。我叫啥？安琪。安琪啦。那怎么？他是哪个琪？没有，其实音译啊，口玉琪。没差，我用下棋的棋。哦、你还听到一个人？没有啊，就我们三个啊。目前声音就我们三个啊。老居吗？没有，老居不在。哦，对啊，没人了啊。你是不是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？哼。嗯。哦，看你会只回血，是但是回你的回魔吧。哦。哎、欸，干不对啊！他这只角色有没有共通，还是就是要跟英雄围城那样子练呢、啊？
啊，圣骑士会不吃香啊？车上有鸟屎，赶快上线啊！你说那个鸟屎还是一般的鸟屎？鸟屎，应该会比英雄围城好玩一点吧？英雄围城已经改到难玩死了，他装备全部要重打、啊。是他现在我有回去玩啊，他怪物就是等级差太多了啊，一进去就有一些精英，你根本打不过，一定要死的那种东西。没有没有，你现在进去的装备全部都是要重打的。对啊，我从一等练的，我买那个新的 DLC 啊。哦，你从一等练哦，哇，你难度是什么？一般吗？一般啊，一般就出现一个，我真的是打了快五分钟，他血才快死掉的、欸。真的假的？他今天又给很少。你开台，我不想进去，给我进来。还是我们应该去开台中那一个、啊？看你啊，改啊。还是你改这边标题就好。更改名称。开台发言。所以他打架是去那个矿坑，在找矿坑呢、欸？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就刚刚那边呢、啊。哪里？不是吗？只是不能进去，我不知道。这里啊、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是队长要你走，不能退后，糟了，你先创脚吧。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哎、欸，就这款哎、欸。啊！哎、欸，对啦，同一款啦，我们要去找到那个，我要去找到那个，我刚刚讲的那个，知道我刚刚讲什么吗？找什么东西去找那个矿道？对对对对对对，要找一个东西，电梯，类似电梯的东西，把我们拿到的东西运上去。你升级了吗？好像是吧。关系啊，我拿的话，你有拿掉吗？应该没有。Oh, 哦，那个是回血，食物是回血，就这个，然后要花钱去把它打，好像是花钱把它打开。哎、欸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再绕一下。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干他钱要走这么近才能捡哦、喔嗯。好了，啊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应该是他那时候给我们买的那个小帮手，那个就是捡钱的。哦、oh。有可能，哎、不是很确定。可是你买 DLC 那只乌鸦也是要钱的。对啊，乌鸦帅啊，虫虫好可爱，真可爱啊。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钥匙啊、欸，有啊，你捡钱，捡钱我也跟着捡了啊。哦，有，上面哦哦，上面的钱会跳。那是共同的吧？哎、欸，好像是这边好，就是应该是平均的吧？平均吗？就大家平分啊！哎、欸欸欸欸欸，我跟阿杯都好了。好，马上回去。谁个？升降梯，矿石对啊。看捡到矿石，然后这是升降梯。哦。要将四个矿物吗？好，哎、欸，那很好哎、欸，我最近在等这款汉化哎、欸，就他自己有汉化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哇，上面那边很刺激哦。是啊，啊会怎样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刚想说他们好了。加油，驱魔金币！我、哦、怎么切换到你？按使用键盘框，左键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哇，要怎么过去？
F 过不了，我们死了，我们死了。哦哦，回主菜单了，还是要点重新开始。我重新开始，我不能点，应该是你要点。你不是怕死？同城在哦，好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哦，耶，有钱了。这里。然后嘞，他能干嘛？没重重，2500。嗯，他武器升级没有说要多少矿石，没看到。哇，哇，这水虫也太贵了吧！小恶魔，我进不去耶，乖乖的，我重开一下。好。哦，镇长这边是解锁那个耶，解锁你的技能跟二级是一级金库，跟一些装备的地方。刚去点天赋了，左上角是点天赋的地方。左上角。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看好天赋要点。金汤号那个吗？哎、欸，不对。哦哦，对啦，然后矿石是用来升级东西的啦。对啊，矿石升级。好。我卡在进入房间的画面，算正常吗？你进来了、啊，蛇纹胸处哦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。老头。老头？那你那什么职业啊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巫师？你怎么选我一样？因为他有胡子哦。没。完了吧？去了。啊。哎、欸，地形不一样哎、欸。一定啊。哎，这场战争结束之后，我就要回老家。哦、欸、哦。我想要补血技能呐、啊。干，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过去，这里就交给我来打先锋了。哎、欸，什么鬼？刚刚有只蝙蝠，这可以过去，但是回不来。屁啦！这怎么过去啊？怎么过啊？他那个不会消，哎、欸，会啊，会消啊。那个他消的时间很奇怪、啊，你看过去来不及。这个应该就是等血量多一点的时候了。死没关系啊，我们死掉有钱赚，好游戏。但是你们没有送上去啊，这样会有吗？你们要送啊，就我们送、哦，我们送，应该是我们的。你们刚刚捡到矿石吗？还没。对啊，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欸、对呢，我要送上去呢。对、啊欸。这个蓝色是什么？回魔的吧？你放个技能看看啊。哦，对，回魔。哦，我看到有钱了，有钱。可是我们要送上去啊，可不可以救人啊？牧师哎、欸，他应该 有牧师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撑一下，我去拿喝的，我要死了。哦、好。哇，这边又是一样的机关。有，这边有吃完。但这个机关只有一个、欸。在那边他会射箭，而且射箭出来。算了，我去隔壁那边把那些先打掉。怪了，我靠！嗯，我不小心你的神魔往前了。哦。我不想这样往前了。啊你，啊矿石拿到了，有拿到矿石。然后你去找那个，等一下按使用键盘关，什么是使用 ？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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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。嗨。
然后你去前面，你的前面那边有一个类似升降台的，你去那边。升降台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把东西，你可以绕完之后把钱跟矿物放进去，他就会把你送回那个。我先送两矿石跟310金币，那我先。然后就可以继续晃。开啦！你应该可以释放一些魔法，然后前面那苹果就是回血的。嗯。走开，都过来。别回血。枪都没怪你。没了。因为我先把东西冲上去。喂，啊，你怎么也死了？我刚刚去踩陷阱，被人踩错了。那现在咧，我们算看谁？圣母母。哦，好，你要不要死啊？他刚刚有送钱。我记得他是越送越贵，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累积到下一层再送，就是送上去的钱会越来越贵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他上下上下的，懂吗？被建设到十五滴。那你完了。完了，完了，你要死了。你要死了。然后等他消失，你就走过去吧。完了。啊！那、啊、你有钥匙吗？然后按 F 可以开。哦，没钥匙。哎、欸、有，有啊，有。哎、欸，我都没有捡到东西耶，我都没有装备。可是可以带。没关系，你回不去的。你回不去的啦，你死一死啊。没有关掉了。为什么？贱人。有东西可以关。所以你刚刚我们刚刚那边有，其实有在开关是不是？我去看一下。哎、欸。他该不会有吧？我知道了，你等下放技能打打看，他有个好像按钮的东西。刚才是哪边？左上，你看 tab 可以看地图。对对对。有啊，这边有东西可以看。有，你靠左边、啊。有按钮在那边。对你看你打打到。普攻嘞。好，看来是不行。应该是用按的吧。对，只要叠死过去，怎么可能过得去？不要啦，你要死哦！好，一起死啊，一起回家。还是你要靠下一关？你下一关看看我们会不会复活？不要为了一个烂宝箱。下一关在哪里？在下面，左右下角。哎、嗯欸，左下角，左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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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下直走，往下直走。往下，看到。刚才那边墙壁。哎，走错边了吧？哦，没有，这边的。靛蓝的天空，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是挡到你们吧？啊，耶、yeah, 欸，我们还是死的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不，好游戏！你把我们的尸体带过来了，好游戏，好多怪哦！你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哎、欸，升级了，谢谢圣母。我。这游戏是这样的吗？这是什么？好多蝙蝠。躺赢哎、欸！走开！哎，中毒哎、欸！躺着吸趴。我要死！你这个是自动攻击是不是？不用瞄准哦。要啊！要啊！我要调方向。太累了吧？我们攻击都是要调，就是要都是要调方向。可以用摇杆玩啊。要些微的调，要不然打不到。啊，紧张。我要死了！我们来看看生母能撑多久。你至少也把那、嗯……我觉得很快就要死了。至少也把左边的前四关吗？还没。我说至少嘛。哦好。我那边。大机勇者冲啊！哎呦，左下角那只胖虫虫，好大只哦那个。那是虫卵吧？有，哎、欸，那是怎么会飘、啊？哦，好，知道了。什么？刚他在飘啊，那你把他打爆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只你是不是打不到他、啊？刺猬了、啊。你是不是打不到他？有啊，我看我受伤、啊。有打到死，你要死，你要死。耶、yeah, ！你要死，你要死。哦、中毒会锁一滴血。哇，好卖快啊、哦！来了，你活不下的，你活不下的，来了，不，来了，放技能，小狙，什么鬼？他那是不是打不掉的、啊？可以、啊，一定是我们不在。哎、啊欸，你们钱多少？你要出卷单啊？
对，我前应该跟你一样啊，我一零二四，一零二四。那我选新角色，我选那个术士，要重开啊。我想说你新角色要选不是你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刚刚没有送矿石回来吗？没有，哎、欸、有啊，他有送，有啊，两颗。啊，你们上面矿石是多少？四颗哎、欸，四颗是因为我们刚刚送的。对啊，一直都四颗吗？他送的，我们刚送四颗。哎、欸，啊，可是第二轮应该还会加、啊。他送两颗哦，我们没送啊。哦，那个别，所以可以就是我有矿石去帮别人加这样。没有，他矿石就是送自己的。对啊，我说就是，哦，反啊，哦，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可以，就是开一个很高等的过来，然后帮人家把城镇加高，不然就是这城镇都是算一个人的，懂吗？自己看到世界跟别人看到不一样。哦。哦，背进来了。好了，要认真了。杂货店。你是什么职业？术士，术士，你的灵魂会受难，他不是会吸血吗？走喽，走喽，好，走，我再看你们看东西，准备就绪。每次下来等级都重来、欸，感受到吗？有。就是角色，哎、欸，没有吧？爸，哎，我爸，我的血量56啊，我要死了啊！好多蝙蝠，我要重开，我刚刚练正级的，好亏哦。有为什么你啊？你在吸血哦？阿贝冲阿贝，他的可以。老头，小心啊，老头！你要挂了，老头，你要挂了、欸，老头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你都要挂了、哦，我看是有很大的问题啊。你看我血又满了，我血满了。为什么？你吃到什么？什么？他的，我升级了。为什么没升级？哦，我们刚刚有升级啊，所以经验值比较多。嗯，这里有个宝箱，我要拿吗？我要死了！我要换角色，烂东西。哦、，OK 啊。啊，哇！那是重哭哎、欸。技能无视敌方15%魔抗、欸，好东西。我是不玩这个游戏了，我要退货了。嗯。那是不是打不到啊？打不到，什么东西打不到？那个黄色那三坨东西是不是打不爆啊？有啊。哎、欸，刚发了三只鸡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我真要重玩了啦。我觉得近战好恐怖哦、喔。这角色不？那我离开的话，你们会还玩吗？会。返回城镇四为死亡。是。哎、欸，那边又是那种陷阱。这次就交给我吧，我刚才已经攻略好一个按钮在哪里？按钮在箱子的后面，点不到了，那快吃！哎、欸，他说你们可以复活我、欸，哎，我靠近我看看，啊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哦、好，我过去，我过去，你去开啊！哎、欸，干！灵魂连结，明明就可以，操你了！你们哦哦，我们刚刚是在那个吧？不是啦，因为是在陷阱那边，刚在二楼啊！你在二楼。没有，刚刚只有在二楼的时候。哦，二楼哦，对。神母后。哦，复活要扣半血啦！哎、啊欸，复活要扣半滴血啦！半条血、哦、不是半滴啊。就是，但是上限没减少吧？感觉就是目前血量啊。你应该就吃到补品那些会不会恢复？那、啊、现在嘞，要去开那箱子啊？对啊。阿贝说他去攻略。好啊，那我在算他的节奏。他好快，我中矿石，这比较好躲。
为什么？哦，你跟我连讲操你的，我还没寄完东西，你是白痴哦！哎，不是复活了吗？我跟你连结啦，灵魂连结。那呀你，我想说，我被电梯压到哦，我怎么死掉了？那你应该是被电梯给压到了。我靠！光明正大讲干话。送到了没啊？他是不是在送的时候就是我送，已经送了啊？还没。就是你上面的钱没了啊，矿石没了，就是我矿还有三呢、欸。对啊，还没送。啊，所以啊，他还在动，为什么？有吗？我看他还在动哎、欸，电子还在动。哦，送了。不要管我，你们先走。我们走吧，下一楼，下一楼，下一楼。我要去送我的矿石，包都没有送到。那我死了，木木不是也会死吗？你们要想。分母、啊、对，要小心哦，我可能会死哦。没事。要死。哇、欸我们真的是一条心了哎、欸，好大的！会不会一个人死，其他人都死的、啊？那画面一定很好笑。哦！我靠，这上面是什么鬼东西？哇！来阿杯，你现在没连接，你上去。啊？他有吧？他跟谁连？跟我。啊，还是在连吗？哦，有啊。哦，那是啥？那边好多虫虫。哎、欸，右下角那个是人吗？那个是吧？惊叹号那个。哎、欸！为什么？哦，因为繁星死了，我也死。不是，我没死。啊？刚是。我死了，死于死老头。所以我刚刚。为什么？等一下哦。老阿杯死了，所以我死了，所以你也死了，懂吗？因为我签那个，我签他。我还没有，我没钱，我没矿石啦。这是为什么我死了，教主也死？没有，因为灵魂呢、啊？因为你一开始你先绑我，然后你死了。他，对啊，然后我绑黄心啊，然后夜猫绑你啊，蚂蚁。哎，对，蚂蚁早。我前面有绑过教主，我想起来了。阿姨等我一下哦、啊，我要给你。就变，因为四个人都连在一起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怎么有空来？等我一下，我要给人 VIP。阿 P 跟我很好的妹子。Hello。他声音很像圆圆哦。你每次都你说哪个圆圆？啊，圆圆啊，就那个正妹啊。干，哎、欸，我矿石都卡在四啦。我有七耶，但是他还是不升我的武器。我重开。好。只是我这边五开啊。阿杯是病毒源。妈的，真的。金针脚好可怕。选择。我删掉了，气死。哎、欸。嘿。我不能升级那个。那哦，我想到了。